男三嘅提方快車暫時領先1-0。 荃灣鄉追翻一球，而家比數係1-1啊！ 暫時比數雙方打成1-1。 Yeah.
全灣鄉再入足球領先二反勝2-1。下半场已经开始了，和三的荃湾乡是暂时领先2-1。球证的下球没有葵芳快車追花球啊！暫時比數2-2。
葵芳快车啊，再度领先，暂时比数3-2。